来品尝一下，买一送有优惠哦。这个女人每次见都是不同。冰淇淋买一送一啦，美女。特价甜筒。子涵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。甜筒买一送一啦，路过的走过不要错过啊。你这次又演哪出啊？亲爱的顾客，要不要尝一下我们最新推出的超级无敌大甜筒？我需要你陪我妈妈吃顿饭。去。放哪？你还没有回答我。我们可是约法三章过的，不接触你身边的人。再演一次女朋友，条件可以谈。像你这种事儿多、脾气差、售后服务又复杂的人，早就被我拉入黑名单了。松开！对不起。你是斯蒂夫斯？想要哪件，我给你买，总行了吧？我只要一模一样的。哦，你总穿衬衫，是不是因为驾驭不了别的风格呀？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。切，大言不惭。这件不错，西装穿不好，绅士变土豪哦。哇塞，禁欲系霸总发。暖男或娘炮就在一线间，走。温柔少年风，我就不信乞丐服也镇不住你那张妖孽的脸。给，Oh my god！ 不怕反派坏，就怕反派长得帅啊！我只要和我的衬衫一模一样的。这么好的身材真浪费。你好，这件跟你是同款，尺码也合适。行，就它了，我买单。买单，服务员。629，这么贵。刀下留情，顾男神，你的穿衣风格不能这么单调，要不我们再逛逛？可我习惯穿衬衫。你长得那么帅，颜值那么扛打，要不再尝试新的风格？说人话。知道有家店的风格特别适合你，咱们去试试。如果你答应我要求的话，衬衫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。先试试再说嘛，万一不合适咱们再谈，怎么样？你不说话就是答应了啊。等下，美女，请问有没有大头针、别针之类的？已经没有了。那个太阳花好可爱，可不可以？谢谢小姐姐。把胳膊放下来吧，不累啊。干什么？总不能让你一直抱着胳膊吧？别动。故意的吧？你怎么总把人想的这么坏啊？就不能阳光一点？
好了，走吧。